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同龄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优真耶稣教会撒巴总会所录制的节目，就是教会十大信仰的节目。今天非常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线上广播这个节目，也感谢大家来收看这个节目。撒巴总会也盼望这十个课程可以做我们慕道班与初信班的课程，如果需要进一步查考的话，可以联络我们教会。这十大信仰都有圣经的根基，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也是本会一路来所秉持的信仰共信之道。那我们来查考它，对我们将来的得救有很大的帮助，也对我们的信仰立下扎实的根基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十大信仰的课程内容。第一课，信耶稣。我们所相信的耶稣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为拯救罪人，他代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升天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天地万物的主宰，独一的神。第二课，信圣经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我们教会信仰的唯一根基，也是我们信徒生活的准则。愿我们都能够用心来去查考它，来照着去行，应用在我们生活上，领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。第三课，信教会。我们相信真耶稣教会按照圣经的应许，是在末世借着圣灵所设立的教会，是复兴使徒教会的信仰。真耶稣教会遵行圣经的真理，有圣灵，有神迹，也是唯一得救的教会。第四课，信洗礼。洗礼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，必须有水灵二净的施浸者，奉主耶稣的圣名为受洗者，在活水中低头全身入浸的洗礼。洗礼是领受救恩和进入天国盼望的开始，因为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第五课，信圣灵。我们相信受圣灵是我们上天国得天国基业的凭据，并且要以说灵言做我们得圣灵的凭据。这圣灵极其宝贵，又有明显的证据，让我们一同来祈求领受所应许的圣灵。第六课，信洗脚礼。洗脚礼是为了遗嘱有份，那教训方面就是彼此相爱，圣洁谦卑服侍饶恕的道理。在受洗后应该接受洗脚礼，并且照着主的吩咐去行，就有福了。第七课，信圣餐礼。我们本会所举办的圣餐是为了要纪念主的死，同领主的肉主的血，能够末日得永生。第八课，信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第七日，也是星期六，是神所赐福的圣日，也是得休息的安息日。在主的恩典之下来守这个圣日，纪念神的创造之功和神救赎的恩典，并且盼望将来在天上永远的安息。第九课，信
信心与得救。我们相信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但是必须依靠圣灵，追求圣洁，并且遵行爱神爱人的经训。第十课，信末日与审判。我们相信主耶稣末日他要再临审判世界，义人得永生，恶人得永刑。以上十大信仰都是本会所遵守的共信之道，盼望我们都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窍来学习主的教训，来明白这个主要我们得救的旨意，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借着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，能够进入主的恩典里面，领受永生的盼望。那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到这边，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。